在全方位发展的艺人，他亦是在各领域不断突破自我。新专辑是一经公开，立即霸占各国权威专辑榜单。与此同时，电影、电视、网络、综艺全面开花，口碑人气双丰收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楷模和榜样，他致力于向青年人传递正能量。从向善向上好青年到五四优秀青年，他坚持不忘初心，我还是我。他就是武先生张艺兴。有请荣誉嘉宾张艺兴。二位开启嘉宾，来，话筒交到艺兴手上。首先感谢时尚先生给我这样的一份荣誉，然后感谢刘总，感谢徐帆姐，也感谢苏芒姐给我在时尚的上的帮助。哦，李浩哥你好。 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对，是。然后希望我可以一直不忘初心，脚踏实地谋发展，努力努力再努力。哎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谢谢艺兴，脚踏实地谋发展，对啊，一心一意啊。有请我们的二位开启嘉宾。